最起码给你这种了结果价钱了，人他跟你说大差不差，说两句一本地了结果，这种是最好谈了。我感觉那宾利山的人可喜欢刷抖音了。哦，是我来这收好几个了，原门燕骑全车铁六车一是吧？啊，铁六车一。说今年太忙了，算买成你这个，今年我自己买了这第七辆车。你那个其实挺能啥的。你这车在本地问过没？本地给你多少钱？本地差不多，基本上35。啊，35左右。啊，35拿片吧。嗯。来看一下这名牌，2018年11月出的厂，2.0的排量，2019年1月上的牌，奔驰E300时尚，小标。这没加个点位？没有，没加。反正感觉那个用处不是说很大，因为这车低，它随便都能拉。是，这铁车衣好了多呀！你看你车衣有好多那种小划痕，又破损了。你要不铁车衣，说实话那漆都伤了。对，钥匙2把吧？啊，钥匙2把？啊，2把。那钥匙来，你给我一下，我打下车。来看一下这个公里数，跑了40000公里，40400。这回去没啥需要再喷漆的地儿吧？整备划痕了啥？没有没有，我刚我转一圈看了是没啥事儿啊。反正你漆你也亮了，都是原版漆，都基本上没啥动。对，就有轻微的刮痕了啥的，全一节都没。最起码给你这点有一点。嗯。最起码给你这种了结果价钱了，人他跟你说大差不差，说两句本地了结果，这种是最好谈了。全款卖了车。嗯。那个交管12123状态我看一下，你把那个交强险，嗯，你发。发给你，你发给那个联系的那人，你联系人家店里头那苹果，嗯，你发给他，他说给你微信上联系，有微信是吧？哦，有。哦，对，你给他发给他都中。好，今年一天收了7个车，脚还崴住了，如果越忙他越出问题。您这效率挺高了，天哪！我想着最快也得干到明天。我是5点多的时候，我搁那个新郑那儿收了个车，我说新郑收完这个车回家了，我脚可疼。然后他们给北换了，然后说要不你再去平顶山一趟吧。我说中，从新郑那儿来这儿还近一点，我就直接跑过来了。要不然从那儿来到这儿得2个多小时，这1个半小时都来了。是，跑水啥了没吧哥？没有没有，那都没有。这你可以看，我简单看一下。来的时候这保险呀啥的全部都查完了，天窗没问题。也学上次买个车回来天窗烂了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没啥看了。能然后路费不能搁，大晚上跑过来了。那时候都给他说好了，本来是，35万，我这边让2000块钱，让2000块钱啊。咱这都说好的价钱。中，看你确实也是很，弄的啊。像那弄完跑过来了，也怪辛苦。大哥，那给你写合同吧。中。钱一打，之前开着俺该走了。行，中吧。好嘞。那你写合同吧，孟龙。好。啊。